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焦点战啊，我判断的两支都有机会夺冠的队伍今天在这边相遇了。东玄是反手选了一个插眼，因为这把东玄的 BP 其实很有意思，他有机会搬掉佣兵，他并没有搬，而是反手搬园丁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东玄有做过研究，就基亚在这张地图他们的园丁是有可能属于自己的战术的。东玄这边的话宁可放一个更加扎实的佣兵出来，我也不让你打这种可这边麦听得清楚吗？我刚麦好像卡了一下。先看一下啊，现在有声音吗？声音应该是好的吧，可以了啊。刚刚因为我这边好像是那个可能插头碰到了一下。来先看啊，上来的话第一波东玄抓谁，这个阵容很硬啊，打心理四刀，打先知三刀，打空军三刀加一把枪，所以说东玄前期的话想要快速击倒，特别他手里面没有闪现，我觉得这个插眼可能是他觉得这套阵容扎实，我一下子没有那么快能够击倒，那么我利用插眼就上来就开始以一个偏控场的方式，甚至他有可能会以大门这边的三连，或者说以中场的三连为核心，围绕着这个核心中场来打。即便我抓人脉，即便你外面的密码机都修掉，我只要能留下一个三连，参考昨天宠爱的那一把四抓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穷者六的多好，拖的多久，对不对？这边跳过来，鸟顶上抓一个四刀心理，阿策，应该这边待会还会补一个眼吧？要不要补个眼？第一刀。这波心理现在其实很强啊，这个心理你别说啊，这个心理东玄这边抓还是蛮亏的，你敢不敢打我了？我要是那个心理，我站在原地不动还下板子，你打我，来打我，你打我来，对不对？你打我两刀，打我两刀黄花菜都凉了，我这段应激我就跟你站那边原地不动，因为我觉得他溜，他其实也溜不到这个应激放完的时间点的，就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两手一摊，双手放开手机，你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倒，你东玄还是要把这应激给放完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操作和不操作我感觉差不多的啊，操作和不操作差不多的，你操作了感觉你在操作，不操作估计也是这个时间倒。东玄当时如果说你两刀把这个心理抬了，这心理留一段应激，这个心理待会儿后面溜起来怎么办，队友帮忙扛刀怎么办，就这应激还是得放。其实上面来讲东玄现在这个击倒时间确实偏慢，但是核心还得看啊，他这把能不能控住场子。当时开局给大家讲到的东玄控三连好像目前来看并没有这个想法，而是想要针对这边的心理先将其挂飞，挂飞之后差不多挂飞以后大概还差个大半台机子的样子，应该这边两台遗产应该是要修掉的。空军手里有把枪，这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承载的空军已经过来了，应该是救人交枪，然后让这边心理六或者压着不救。讲道理呢，这波其实我觉得空军蹲一个地方不救会更好一点啊，不救会更好一点，你要救了反而是给东玄机会，对吧？枪也交了，状态这人还不一定救得下来啊，完了，哎，人能不能救下来呢？人好像救不下来，人救不下来，东玄肯定不亏啊，对不对？人守住了，空军的枪血都没了，外面的密码机现在还差一台呢。真的，这个位置的话，大家注意，虽然说空军是救人了，我也说这波不太好救，不要救，但不一定，就是有可能，其实空军当时也没有想救，只是他的位置被排到了啊，只是他的位置被排到了。现在过来找卡子哥先知，来回拉扯，因为这波的话击倒空军其实对穷者来讲是很伤的，就
本来的话呢，你还可以三人拉扯，现在就等于说有一个倒计时在你脸上了，对不对？那 一旦在椅子上面，就有一个倒计时在你脸上了，慢慢的消耗。空军过半以后，这个空军我就放了，我这边选择去先把这个先知抓了，密码机压住，或者是先打一刀，然后再回头来带走。不能翻，先有一刀，哎，这刀不打，直接回头过来。这样的话佣兵这边不救，哎，我不救，我拖你时间，这样的话先知抢机子救下来以后帮忙扛刀，东玄应该是回不去了，他手里面有底牌，但是哎，再不救我再拖可以，我再拖，我吃一刀以后把人救下来，救下来以后帮忙扛刀，这样的话密码机就能修量，他如果直接救了这边击倒挂飞以后再赶过去，这密码机可能不够的，这样的话就是四杀，现在的话还能砸个板子，好像还能砸个板子，翻过去机子亮了，我去，这波无心的佣兵的决策宇宙级别，哇，这波有多少人当时会选择吃了一刀以后不救，吃了一刀以后不救，我再吃一刀，我这波救人，东玄这边挂上佣兵以后切船，直接切船，切船，卡子哥先知撑不住，这个先知肯定撑不住，但这个先知有自起得挂，佣兵交自起的话好像能交能起，差不多能起，空军绕过来，但是东玄这边如果说排空军能排到的话，三抓是有的，三抓是有的。佣兵这边多少了，空军去捞人回溯，哦，这波是假装去给佣兵一个心跳，然后回头过来排这个空军，但是东玄这边没有能排到，没有能排到空军，这个时候其实点门会更好一点，因为现在两活口嘛，他去捞人了，捞人的话位置会暴露，但还行，东玄离得比较远，再赶过去空军点门，先知拉开佣兵的门也能点开，不能吧，这个局难道要平，32秒的传送，佣兵能走了，先知不知道空军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空军在点门了，空军在点门了，地窖也在，地窖也在，卡子哥要走了，我靠，